形体世界成诸法空啊，色体万物无常变化，心理空幻啊，生诸异灭，性幻人间何复为心？好，常常拢讲人间无常，其实啊，身体世界也是同款，伫成住坏空。不过，伊个时间真长，咱佛陀呢？拢定定甲咱譬如讲，长时间，那小劫、中劫、大劫，因为伊无法度用年来算，算讲伫这个宇宙时间到底有偌长，所以佛陀呢就甲这个时间用。长时间，迄、那个劫来譬如，啊有小劫、中劫、大劫啊，这就是时间。这个小劫都是爱有20小劫，则为一个中劫，四个中劫。为一个大劫，所以时间啊，真正是真长。所以任何一个世界，都有伊成住坏空，当然是包括地球、地宇宙间的形体世界，拢是有成住坏空。啊，这成住坏空，咱大家人会感觉讲，啊，但这是伫星球，啊，佮咱有关系无？有啦，因为呢，咱也伫星球中的人类，咱属伫地球，咱色体万物都是伫地球的面顶，随着岁月啦，那过应。所以咱的五蕴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所讲的五蕴的色，除了咱身外的种种看得到的物件，称为色。其实，咱的身躯也是伫这个色的内底哩。所以啊，拢是伫这个无常变化中。无法度永远不变的物件，却是咱的心理呢？空幻生住异灭，咱的心心理就是生住异灭啦。咱的心哪会当安尼定落来？定伫咱的本分上。行在咱该行的生活，那会当安尼啦。人要成就菩萨，都无困难咯。但是，咱人啊，就是无法度呢，心定落来。所以啊，拢总是伫迄个老。界定会不断老掉去吼，所以咱才会安尼，常常心的烦恼啊、无明啊、执着啊、等等呢，迄、那个偏差，这呢，就是咱的心理空幻啊，心内呢无有道理伫内底哩吼，所以啊。咱这个空幻的心，能讲
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我真空虚，是啊，凡夫心中无法啦，当然嘛是空虚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心理空幻。所以啊，咱应该呢，要好好找到当来，咱的心的法，那才袂讲吼心理空幻。啊，伫这个生住异灭，好发心就是心，发心了做好事。我想要做好事，我想要学佛，我想要行菩萨道，我愿意。那一念心生，放伫咱的心里咯，啊，伫咱的心呢，开始采取行动。不过，开始进行的时，外面的境界一来啦，时间一转呐，自然呢，咱的心态也转，所以易变易了啦。这虽然我是伫咧修行，当初我下的决心，我已经变啦，我也有所求，欲心起，名利等等，这呢？嘛会影响咱修行，不管是在家，不管是出家，拢是伫凡夫的内底呢。所以，咱的心理对着那这大自然的境界，安尼呢无常变化，心理呢嘛有生住异灭，所以这就是。凡性中间，那圣人呐，伊已经呢对这个行住坏空的道理真了解了吼，也也体会啦，体会到迄个色体万物无常变化，啊，伊嘛了解这是自然的法则咯。心理呢，伊已经啊，历练啊，累生累世历练过来啦。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或者是文殊、弥勒等等啦，拢是道家祖旁来人间啊，做释迦佛的道场，在圣人呢。拢是有意而来，来人间呐，就是帮助佛陀，要来度众生。咱凡夫是带业来人间，咱唔知影咱来人间的目的是啥物，咱拢唔知啦。诸佛菩萨呢，伊来人间就是有一个目的。就是度众生，教化众生，予人人会当体会呢天地宇宙万物真理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。啊，那凡夫人间呐，这个祸福，就是咱的心造啊。佛陀教育咱，咱呐会当了解啊，渐渐瓦见呐，圣人的经验，那就是造福人间呐。也那是天体的凡夫呢，那就是造福人和嘛是人呢，迄个心嘛所变动，迄个心呢。一念的偏差，那就是在人间做真大的祸端呐。所以学佛啊，上重要的都是这
念心，咱这粒心爱好好顾会好吼。经文的经文啊，安尼讲，以火退下，忽然啊，火气，四面一时极炎极急。这个体主啦，这间大体的主人啊，差不多要离开啦。或者是离开了后呢，后面这间大建筑，那么就开始忽然啦，火气哇，灾难开始了，四面一时极炎。这呢，就是咱譬如三界啊，那三界内底呢，那拢总是伫凡夫吼，除了看得到的四星以外，也阁有看未到的呢，鬼神种类之多啊！无不都是包含伫迄个幽情的内底，就是叫做众生啊，众生的业力呢，那就是真多啦。但是无有离开吼欲啊，众生的欲啊，这是足普遍的，不管是有形无形啦，这众生呢。这种欲、甲色、甲无色，这种的心理形态啦，拢总呢是伫这个三界内底，所有的众生啊，所汇合作作啊，才无离开三界吼、哦。所以这间厝啦，迄间大间厝，就是。表示呢，三界的总体吼，那三界的内底啦，即有这个体甲色吼，啊，所以在物件已经呢开始慢慢伫咧腐败中啦，所以讲动量团聚，那复兴精力啦，追切。对落冲别平度吼，那这个动量团聚复兴精力，意思就是讲，这间厝那已经呢，不管牛啊、条啊、等等啊，包括呢，以周围的墙壁开始。已经四面火起了吼，开始呢火啊烧起来，迄火呐烧啊，都开始，这些物件呢都要散败去啦。内底呢，迄、那个声音都会真大吼，因为呢火烧起来啦，所以破裂都亲像呢。迄个伫咧放炮啊，共款呐，安尼已经破裂去啊，面顶诶落落来，下面诶堆落去，哇，声音之大，所以呢，这是一种形容，这间厝开始呢，安尼一直败坏，亲像已经着火啦。好，有火开始起啊，声音都真大了吼。譬如呢，呻吟鼻痛，伫这个内底啊，火那烧着啊，火已经逼近啦，咱的身躯。迄当阵呢，真恐慌，真惊，或者是去互烧着啊啦，开始呻吟，开始呢鼻痛。这种大声求救、大声哀啼、
这个时阵啊，这不只是物质、无情的破坏啦，友情呢也受伤，一直到家这悲痛哀鸣的程度，这呢逐渐破坏啦，这叫做亲人吼，人来去烧啊。那就是整个身躯六筋啊，拢已经破坏掉，所以无情的退下，有情的生命，就是在这个三界中呢，随着这个时间啊，那随着这物质的形态哦，时间。长啦，同款的都成住坏空啦。所以在这中间，那就推切对落啦。啊，推切那已经呢，安尼一地呢，就是败坏掉去啦。啊，一段一段已经呢对落了，这种四代解散吼，四代啦，地水火风。那是安尼一直不调和咯，所以讲四代皆散呐。搁再呢，冲劈安尼平倒去啦，已经放弃啦，已经倒啦吼。这伫咧形容呢，整个三界啦，这个大地呢已经被摧毁破坏啦，所以呢。安尼，大地上啊，诶，灾祸慢慢慢慢一直产生啊，不只是厝的墙壁会堆落去，哪怕呢大地山河顶顶啊，高山会崩落来，土地会裂开啦，看看九二一迄年呀、啊。大地动的时，看，迄土地啊，规个安尼建起来呢，平平会变成了亲像一堆的小山，甚至呢，也有迄个山窟啊，忽然间呢，变成了一个堰塞湖，这种大地啦，自然的灾难呐。真正是足可怕的吼，那山河倾覆啦。啊，这个三界大体呢，内底啦，三界总譬如是一间大经厝，那么再来，迄个五蕴就是譬如呢，是一个舍，就讲、是、一间房间，哦，一间大经厝内底呢，有真多真多的房间，哦，真多呢，无共名称的。空间，所以啊，真呢是伫迄个大体内底啦，有
真多的空间吼，真多的方向，已经呢面临到迄个顿悲败坏的时阵，已经啊开始呢，那慢慢开始伫咧败坏咯吼。搁在火烧不堪之上，亲像安尼，树待不掉啦。讲一个火呢，其实是包含树待，包括地震呐、啊，那包括呢这个风啊、水啊等等啦。这个树待呢，已经从树面开始一直呢逼过来。这种的形态啦，这看到这的文，咱敢会当，搁再无提高境界嘛？咱应该呢，改心虔诚啦。安尼的形容呢，无非就是要使咱人唔通搁再贪恋哦，不当。贪恋唔通，搁再贪恋咯吼。所以啊，像片冰岛吼，大地山崩地裂吼，即呢，譬如讲啊，即火伫咧烧厝的时啊，拢总呢表示即个三界伫咧败坏无常的形态。用火烧大厝，安尼来譬如呢，参加呢，譬如这个山火大地啦，山崩地裂吼，那等等啦，这都是爱甲咱表示，这都是三界已经呢，拢是无常，败坏无常的代志。所以讲这段文啊。完全就是伫咧表示呢，穷鬼扰乱，伫这个大空间，三界的大空间，有包含这么多哦，也个有鬼神呐，真呢。譬如咱人的心嘛，甲这个物件拢是合二为一吼。啊，是人是鬼，拢总是咱的心；是人也是伫畜生呢，嘛是伫咱的心灵啦吼。所以啊，这因为遮的心境啊，扰乱、侵断、道经之上，看看现代感，唔就是安尼呢？人啊，无成人啦、啊，无有人性啦、啊。所以，亲像穷鬼扰乱共款啊，安尼伫咧互相侵断，安尼呢伫咧斗争，这种的形象，这呢已经是譬如咱凡夫的烦恼咯吼，也个有呢，就是偏狭道的烦恼，也个有欲界的烦恼，也个有色界的烦恼。无色界的烦恼，各个都是自分、自摩诘啦。你看，讲古早人火要起火要对倒来，那就是茶甲茶互相呢，一直磨啊，自然啊，安尼摩擦啦，自然都起火，那都亲像咱。常常听到哦，多一个国家三拿大火啊，还因为焚风，因为呢，古来无落雨，所以啊，有风吹树枝，树枝甲树枝互相呢磨，所以啊，会起火啦。真呢，古早人伫咧起火嘛是啊，钻木成火啊，这。石头甲石头摕来磨，嘛会有火呀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各个自分呐，吼，
各国彼此之间都互相呢，人类啦，甲人类斗争啊，吼，那所有的物件呢，都有各国呢自相败坏啊，这种的斗争，真正是真可怕吼，啊，这拢伫这个三界内无法度好出去，总共一句，这都是显示。烦恼之多啊，唔只是干那欲界哦，哪怕是色界，咱的心理啦，咱的身躯无去做作，却是咱的心呢，充满了呢，迄个烦恼。烦恼，那就是污染啦，污染无法度去除呢，这种这色的烦恼。因为有色，咱的心也阁有烦恼存在吼，那应该呢，咱会当断欲啦，更搁再更进一步，连这个外面的色相啊，咱都唔免个提来烦恼啊，来染着咱的心，一直到无色界啦，那咱。那应该呢，爱断除呀，因为伊无色界呢，虽然无贪着伫迄个烦恼，确实呢，伊贪着伫自了吼，即种停体啦，啊，世间一切甲我拢无关啊啦，即种呢也是偏差。总共一句，咱既然发心呢，要来学圣人，接近圣人呐，咱的心都要安住了吼，那唔通阁亲像凡夫啦。有时阵发心来去做好，想要学菩萨道，唔通受外面的境界甲咱影响，和咱的心呢，又是搁在启动。心一启动，察之合理，那就是造福生祸，真呢真危险哦。所以咱人人爱把这点心顾好好吼，祸福为心呐。要成圣人，或者是要成，永远拢是凡夫，那是看咱这点心。所以大家人时时。爱多用心啊。